些有我们正职的人员，技师或是专业的人员以外呢，还有我们一个叫做退辅会，就是由铁花村就是离职的员工们，他们就是从自己的工作岗位就是回到台东，回到这个地方，还会想要来到铁花村来见见大家的朋友们。接下来要上台这一位呢，是铁花村的前行销宣传，他呢除了是行销宣传以外呢，还是我们铁花村很多的文宣这上面的一个吉祥物，他叫做喜乐哥。像谁吗？谁？谢露哥，谢露哥的粉丝在哪里？ Oh my god！ 刚刚有09的淑珍，好，还有谢露哥新的同事在哪里？谢露哥哈，他离开铁花村以后，去那个台湾的有一个离岛的地方。然后他离岛的那些同事们有来到现场，在哪里？虫仔，虫仔在哪里？好，但是呢，他还是非常支持铁花村，有协助铁花村一些文宣的东西。然后他的妈妈有来到现场，他那时候要离职的时候，妈妈也有来到现场。谢谢我的妈妈，今天有哭呢。差点哭。好，然后呢，他是来自我们台东南王部落，然后他有一个明星脸，叫做你们仔细观察，如果你们在接触原住民音乐或是台东的音乐人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他有像一个人这样子。然后他要谁谁谁？王梦迪、吴浩恩。来，再来。他接下来要带来一首浩恩的一首歌曲，掌声欢迎喜乐哥，还有老蛙。好，谢谢大家今天来到，还有我的妈妈哦，从我在18岁的时候，就是玩乐团的时候就在一直在台下这样，没有要哭的音乐。对，然后从18岁我在铁花村开始工作之后就。今年是几岁生日啊？13岁，然后我在铁花村的每一年过生日参与了8年，然后就离开铁花村这样子，然后找到一个有自己的人生规划，但是后来就是因为现在放暑假，然后就回来铁花村一起跟大家一起玩这样子，然后我的妈妈从我18岁看到我现在几岁了？35岁。没有35了，没有那么夸张，只有30了。对，然后对，也很感谢我的家人支持这样子，还有我的同事们，新的同事跟我旧的同事们的支持这样子。好，所以现在呢，带来一首歌，就是不管大家在哪里，都像在玩乐一样，开心喝，开心玩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始。Yeah! Go。什么外事？不管你是来自外星。
世界有那个不赞赞歌，不会有种感触。如果你正好在迷路，要不走不停的峡谷，有没有还是工作旅途，一生都会相处。掌声欢迎下一组演出的老地皇。